沈阳有中学将创新科技融入校园，打造智能数码平台，令学生同家长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享用校园服务。沈阳第一个学校同家长共享的智能数码平台在第134中学投入服务，家长只需要在手机上简单操作，就可以完成精准订餐、查阅课表、同老师即时互动等的功能。平台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以及物联网还有人工智能、大数据以及云端的一些技术综合到一块儿，来满足我们学生、家长、学校还有一些服务供应商多维度的这么一个综合的需求。数码平台优先处理餐饮和健康问题，家长可以获取学生的体质报告，并按学生口味定制餐饮。学生去到餐厅之后，透过面部识别就可以拿到一份为自己定制的美食。感觉对我们帮助很大，就是它让我们那个取餐更加的方便了，然后呢我们也能快速的就是吃上饭，而且饭也很好吃。除了健康，智能平台亦都成为家长同学校的沟通桥梁，家长可以即时了解学生平日在学校的表现。校方说未来会融合更多教育资源，增强平台的功能。